们笑话我。木马不是马吗？当然不是啦，木马是大象。木马是大象的，木马怎么会是大？哇，原来木马真的是大象哎！成功解锁了长龙海洋王国木马新玩法。接下来我们又带彤彤认识了海洋馆里的其他小动物们。和爸爸一样，越跑越丑。你才丑呢，你全家都丑。我们又去看了金鲨和白鲸，它的眼睛最小，不带人身攻击的。看了企鹅游泳和走路之后，没想到接下来呀，孩子你没事吧？我来了个美人鱼。我谢谢你嘞。你是王子吗？王子竟然是我自己。我的公主陛下可以让你跳着我吗？可以啊。怎么了，妈妈？你借我20块钱？不借。怎么了？你上次欠我那10块钱还没还呢。就想借。你借给我20，我把这10块钱。可以呀、啊。给你。我有钱了，给你10块。好的。就给你10块了。我有一个非常体贴的儿子，给你们看看被他宠成公主的感觉到底有多爽。老公，我脚有点酸。我来，看你的这个力度怎么样？还不错。这也不嫌臭。你才臭呢。同时，他又是一个超级暖心的儿子，舍不得我受一点苦。糖糖，我想吃苹果。你给我，我吃。谢谢宝贝。哎呀，你咋弄这么多水啊？你感冒怎么办？没事的，你看看能治好，我不会的。这是你给我准备的吃的吗？是的。那我得好好尝尝。哎，你干嘛？走。这是小李子，这是咱们的大樱桃。什么卖的？35一斤。要哪个？要这个。你们这一天。好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给你买信，你自己一口干。不会呀。肯定给钱的。我没钱，我妈妈要。